我哋社會民主連線嚟 送一個花圈，就係、是、人民英雄永垂不朽。咁我哋覺得無論過幾耐，歷史都會記住一個政權屠殺人民嘅，所以我哋譴責屠夫政權。我哋亦都重申，只有全國實行普選，結束一黨專政，先至能夠解決中國而家嘅貪污腐敗問題。已經被失蹤咗1000日嘅維權律師黃全章，我哋要求中共係停止軟禁劉霞，唔好遷怒於劉曉波嘅遺孀。我哋喺度再一次表達，結束一黨專政係中國人應有嘅權利。中共違反中國憲法，將人民普選產生政權嘅權利剝奪，佢哋嘅統治係不合法、不合憲。我重申一次，結束一黨專政係所有中國人，包括香港人在內嘅權利。普選產生政府，亦都係我哋嘅權利，係不容任何人剝奪，不容譚耀宗說三道四。我仲要話俾習近平聽，佢爸爸都曾經兩次係被定性，被呢一個批鬥。我警告佢，唔好忘記佢爸爸嘅遭遇，唔好將佢爸爸嘅遭遇移到嚟香港，向戴耀廷等等嘅異見人士用呢種批鬥嘅方法。習近平應該心自悔悟，好自為之。